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千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。首先要欢迎的是电视剧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的朋友们，我们的郭晓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晓婷，我在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里饰演涂山雅雅。好，雅雅，雅雅，呀呼！站到前面，站成一列。在捋头发吗？就你了，你就是狐狸啊，关键。你们俩反应很酷。关键你就是狐狸。你俩总有一个。因为听说婚礼歌手要送更多的红包。婚礼歌手要送更多的红包。那请我提醒你，到现在小婷为什么要一博哥哥接你放学呀？啊，我想的是一三五是黄景瑜，王一博是二四六，今天是礼拜六。哦，一三五是黄景瑜，王一博是二四六，今天是礼拜六。还算好了。哇哦，星期天怎么办呢？星期天放假，我们不去幼儿园，我自己走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呢。他说他们没跟你说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哦，就这样。我要辩解。好，来听小婷辩解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并没有拿到这个身份，所以我就好奇大家有没有拿到。哦，你并不是有拿到，你是没有拿到，所以你问他有没有拿到。对，我还问了他俩呢。哦，你没问我呀。哦哦哦，哎，你问我的是你是那只狐狸吧？直接问的。我们来举手看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不能跟票，我说三二一就举手。觉得是小婷的，请举手。好，五票。五票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小婷去到我们的验证装置。把手放在灵珠上，如果这个灵珠呈现出红色，它就是那个小狐狸。如果呈现成绿色，它就不是那小狐狸。如果它没有被验证成功的话，那小狐狸就真的把你们的尾巴偷走了。来，非常紧张，来，三二一，请验证。小婷不是狐狸。哲明多少？负数吗？难道？谁呀？是谁呀？太过分了！你是一呀？啊！你一呀？一呀！哇，白玩，真白玩啊！纯白玩！哇，这个人好过分啊！你离谁近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回想一下。离谁近？或者刚才跟谁坐一块儿？跟你有没有什么互动？他。文静吗？我没跟你聊过，是不是？文静是不是一直在给我们吃零食啊？跟我们交流？我没有，有。就要跟你说，我眼睁睁坐在上面看朱旭丹薅你的毛，薅的一条都不剩。朱旭丹偷走郭晓婷十条尾巴，逮着一个偷啊！你逮一个薅啊！逮一个，来万个为什么？搁着一个薅，一直问问题哈。蔡文静刚刚是不是很心疼晓婷，偷郭晓婷三条尾巴？蔡文静，龟龟，哇哇哇！最后，哎，小婷你还在呀？加油啊！我保护你们，我保护你，他保护我。太强！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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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强！好，你们先来，好不好？什么题？来了。前任做什么事会让你念念不忘？你俩的，脑洞大一点的，快，快，就这一个字吗？点儿，离婚。离婚来找我，快点离婚找来找我。泽林觉不觉得快点离婚听起来十二集能说完，快点离婚来找我得三十六集吧？真的，
了。我说快点离开我，快点离我远点。没事没事，这好玩，这好玩。好，那我们来答题了。你俩来，你俩 CP。好，下面到哲明和小婷了。这一题，如果想要对象帮你清空购物车，你会说什么呢？你够有够什么？有够有天，你共有天，够有够有够有，你够有。他也想参与，没事，你来吧。我要笑死了。富，你够有天赋，够。帅，你够有天赋，够帅。哎，可以，就夸对方嘛，让对方帮帮你清空购物车嘛。其实还行，还可以。很有逻辑啊。就是我跟你说，该说不说，这两个人打的每一个字都踩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真的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本来以为他要说下一个字了，就比如说刚刚那个，你离，我脑子里反正想的是开啊，他们竟然说的是婚，前世我赚的。下面是哲明和小婷，他们是阿来和雅雅。好。